还是史丹莱夫可以讲，可以讲史丹莱夫好人，就当做是遗言啊。红色好人，红色好人，红色安全，红色安全。我觉得我们这一团里要出事哦，一堆人。啊，黄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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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电房。不管了，先解任务。黄色开电房哦，进去了，黄色电房进去了，开始开。没事没事，我网又跑掉了。在哪？在哪？活人帮报一下。应该在左下之类的，如果我 没跳地洞的话 ，Frankie 小心了，你们那里小心 ，Frankie 拜。我被杀了，他在左边，他在左边。你好烂，中间上来了。不是啊，我一走就遇到他，然后来不及跑。我跟你讲，他在 storage，storage，storage。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在 storage， 我被杀了，我被杀了，现在应该死三个。CD 是几秒啊？十秒，十秒。好，那是他 CD 好了。哎、欸，走喽。没事没事，我们还安全。他应该还在右上那里。太难了吧？哦、那个往下往下 ，Captain 往下。有四只幽灵盔的，你要不要？我想有没有觉得特别冷？我想这边，我想这边，我想那边，我想那边。旁边有四只怨灵。哎、欸、，CP 那边安全應該。太难了。我想那边，我想这边。滚呐、啊！好，等一下把人的视野再调小一个。欸啊！你知道我狂点 key 哦，我狂点 key 哦。怎么啦？真是紫色哦！我的马克，他刚刚在 admin， 我马上跑掉了。我路过紫色的，我不是紫色，我是粉。哎、欸，他跑来跑来，小心小心！在哪里？哈哈哈哈哈！阿梅色，快解任务啊！活人解完了。黄色安全，黄色安全。黑色安全，黑色安全。咖啡好了，咖啡好了。感觉是杜防疫是吗？不是啊，我们开杜防疫。咖啡色。我那个电房四刀，四刀。黄色啦，干在 admin。哎、欸，电嗨电房，嗨电房，嗨电房。Sorry。电房，没事没事，走了。他上 admin 了，还没上 admin。哎、欸，坏人是谁啊？黄色，黄色，黄色。黄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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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、欸，我死了！干，太扯了！我还活着。可以哦。欸、你要是谁要跌到底？哎、欸、，Frankie， 可以先帮帮跌哦。哎、欸，他是原本没看到。不要，原本没看到。没有，我有看到啊，我只是。不要讲了。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，我只是被东西卡着而已。哦，我想说你没看到。C N O 三。干，太难了，我太难了。啊，最后被遇到、啊。开挂、啊！踢出去了，踢出去了，毕业啊！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！危险，危险！我感觉我要死了。妈！黄色，黄色的命！他看那个桌子，然后往左边走。他现在哪？他在哪？他电房，他进去电房了。电房，电房。找不到人啊！左边，左边，左半步，左半步。哎、欸，你解完了吗？还没，还没，还没。没背，没背。那你，我先追，你去解。Capteria， 然后往下，应该是。哎，的命，应该哎的命，哎的命，哎的命。对，的命去了，的命，没事，没事，那边没事。然后你赶快跑，快跑！刚我看你怎么，我看你怎么出来。好，你不要出来，其他人赶快解。你、欸、快解，我要看到桌子。他在哪？他在哪？他在哪？哎，桌子，哎，桌子。解的命啊！赶快解，先不用理他。他在的命吗？对，你赶快解就对了。刚他还在吗？还在啊，又不能跳动。哎、欸，可。哎、欸，我解完，我解完了。不行啊！
到处去啊！干这好笑，继续绕，继续绕，这好笑，这好笑。干，我看到他，这好笑，继续绕，继续绕。说明他等下会手残，按到地洞，或是按到那个。干，怎么玩啊？我看不到他。哎，绕，这错边，冲出去，冲出去。不是啊，出去啊！没有，我原本没看到他。我看到 admin 怎么会有三个人？刚刚明就一个尸体而已，怎么会有三个人？这好好玩，这好好看。鬼率好高哦。红色好人。黄色安全。谁啊？自己讲。黄色安全啊。黄色。啊！大家怎么那么怕、啊？都不来 admin。admin 不行了、啊。哎、欸，这个刷卡有问题啊！什么刷卡有问题？让我刷过，拜托。好啊，刷。刷、啊，还没过、啊，哎、欸，还没刷过、啊。死了两个。admin。哎、欸，不行啊，这刷卡机坏掉了。这刷卡机坏掉了，这个有问题啊！我刷过了，你别，他们用的开选。你们两个把它刷坏了，我刷了四次还过。够小了。秀的，往上走，你没开选。刷卡刷跳动，应该跳回来的命了，我猜。跳呀！不行啊，那个刷卡机也搞啊。到左上 ，Up Engine 没事，跳，拜拜。哦，没有，没事。没事，对，躲那里，对，继续躲，没错，就是躲那里。哎、欸，好，跳出来！好悲哦，我在那边站超久，你跳出来我还看得到。我不该跟你说拜拜的哈、哦。左下，往中。郑伟翔吗？十字路口。左中。左中 Related Security 出去啊，给我出去，全部给我出去啊，还想关在监狱里面是不是？看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。哎、欸欸、怎么瞬移啊？没有瞬移啊。左边，哪里？干，在电房啊，要讲啊，电房，出来，我在那边看，跳动，跳，我有，跳，上面可不可以啊？跳动，可不可以跳动？爸爸，我就知道，那谁的叫声也可以，刚刚谁叫声回音啊？超屌的，应该是防疫。好，那个凉了，那个绝对凉了。